那他第二次的心跳是37下，然后要乘以4，所以是148下。第二次是38下，然后乘以4，所以是152下。好，那因为第一次量跟第二次量的误差值只有4下，所以是不用，所以是可以换，可以临时测试。然后，因为你超过150，心跳已经超过150，所以就可以停止这项测验。那我们就换。那请问你觉得15好，它是吃力的。那接下来就是用，就是零组强度是零的零瓦，然后缓和踩四分钟，啊，每一分钟都量一次心跳，然后50 BPM， 不是 BPM 是 RPM， 太快了。他量第一次是26下乘以4，所以是104下，对，104下。不要休息，不要偷懒。第二分钟，好，那第二分钟是22下。88下。第三个是20下乘以4是80。
最后一次了。最后是18下乘以4，是那个72下。好，那他的这样子，他的测验就结束。那我们刚刚测出来的数值可以带进去这个公式去算他的最大摄氧量。那最大摄氧量的公式是这个，最下面这个。那这个 VO2 SM2 的话，就是带进去最第一个第一行的公式。1.8 乘以刚刚的最高，总共是600，然后除以它的体重加7，然后 B 就是最后两阶段的那个强度，600跟450，所以就是150乘以7.8，然后除以它的体重，然后再除以它的最大心跳率，就是220去减掉它的年龄，那它今年是几岁？21岁，所以就是那个199，然后减掉最后阶段的，它最快是跳到152，所以就是减掉152，那最后算出来的数值带进去这两个，就可以找到它的最大摄氧量。